那这两个礼拜内就是都会痛，就睡觉会比较要比较困难吧，睡觉会比较困难，还有洗澡。然后第二个礼拜拆线会更痛，要我照顾你吗？要来照顾我吗？我不敢让他缝，可能直接死在医院。不会啦，你可能跟棉被缝在一起，一直住在医院里面。谢谢龙哥关注佩佩。什么？我去啊，宝贝，你要去哪里？宝贝，你要去哪里？你没用过真皮吗？佩佩还没用过真皮。佩佩的脚是昨天缝的啊，我的脚还没结扎，还不能用那个真皮。谢谢张欣欣关注佩佩。欢迎子游。有擦伤？没有擦伤，我就只有这个伤口而已。薰衣草籽矫正蜡黄，妆后增色更增。等等回来，好，没问题，老爹。怎么样？我先缝过了，老爹先去接猫咪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路上小心哦，老爹，路上小心哦。那就好，那要等拆线了。对，就是等于是什么时候？我看看，我昨天缝的嘛，两个礼拜后，就是六号拆线，12月6号拆线。已经比我好多了，真的，帅弟。我听到你说要缝脑，我就觉得好严重。因为如果缝脑的话，我这边可能要有一块是凸的，这样子性只能擦药膏。对，然后拉拉姐会替我换药，因为我不太会用，还蛮感动的，有她在。宝贝，三十是什么意思？下礼拜五，对，下礼拜五。谢谢帅弟。又有一块在左后方，这是右边、左边、左后方是这边缝吗？缝脑吗？感觉就很痛，一条现在都还看紧吧？真的假的？那这边就没办法长头发了吗？一辈子没事没事，应该只有一条，应该是看不太到吧。谢谢孙红雷关注佩佩。对啊，那就好，看不太到就还好啦。我还以为就是很明显完全看得到这样子。的时候很明显，废话，我头也有缝过一次。老公，你的头为什么要被缝？未央，单车响，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，小心疼一切。放到地上，跌倒吗？跌倒吗？
我一样伤到脑，都好严重哦，不要伤到脑啦，如果万一突然长死怎么办？